在整个国共战争期间，有五分之一左右，大概177万的部队倒戈，包括陆军153个正规师，海军大小舰艇计74艘，空军飞机有26架。面对兵败如山倒，很多曾经誓死效忠的将领纷纷向人民解放军投降，向共产党投诚的将军就有1400多名。蒋介石因此在这一年的日记里痛斥，国民党军人是无信仰、无廉耻、无责任、无知识、无生命、无节气的军人。他在日记里还哀叹，军队为作战而消灭者10之2，为投机而降服者10之2，为避战屠逃而灭亡者10之5，其他运来台湾及各岛整训存留者不过10之1而已。大陆败退后，追随蒋介石来到台湾的军人大约只剩下了1/10。早在1949年的5月5日，蒋介石就带着儿子到上海虹桥路拜别了宋美龄父母的坟墓，然后又到东平路他当初和宋美龄的新房爱庐去看了最后一眼。那时宋美龄还在美国，归期未知，蒋介石凄惶的心情不禁流露在日记里。不与今儿同往虹桥路岳父母墓前静静告别，回程到东平路爱庐视察全市皆空，但觉凄凉与愧惶而已。17日飞澎湖，发现澎湖的要塞和营区破败无人，气愤愧悔的无地自容，几乎想自杀。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，顿记绝世，了此一生。接着蒋介石由澎湖赴高雄，很快就接报宁波失守，上海各军已经败退。1949年五月的上海反省内容是反省他人的责任过错，一是桂系李宗仁，桂李投机取巧，争权夺利，寡廉鲜耻，忘恩负义；另一当然是美国人，美必后悔莫及，而马歇尔须负全责。5月7号在乘船去舟山途中，他在日记中写到了他对台湾的打算，实现三民主义是他一生的梦想，现在大陆已经沦陷，那就把台湾作为他梦想的起点吧。其实在刚刚隐退之初，蒋介石就常常在家乡的庙高台上思索，国民政府的分崩离析是在所难免了，虽然心痛，但为今之计是应该好好思索一下，怎样将剩余的人力和资源引向最后据点台湾的时候了。面对大陆的战败和无数国军将领的背叛，蒋介石的情绪还是不免陷入了低潮，念大事忧心如焚，几乎不知人生有何意义，以郁闷所莫可言状。他日记里的一句话写出了他在1949年悲泣心情。10月1日这一天，蒋介石听到收音机里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声音。在他听到共产党改国号国徽，一时悲乐交感。高兴是因为毛泽东舍中华民国国号另取国名，那么国民党政府就算退居小岛也还是正统。当然更多的是悲愤，但让他悲愤的事情远远还没有结束。10月6日厦门告急，10天后厦门就告城破。与此同时，广州、舟山也相继告急。12号共军已临广州市郊，国民政府被迫再迁重庆。10月14日广州就被解放军占领，广西、西北、贵州也紧随其后，在大陆就仅剩四川、西康一线还在国军手中。在这接连失败的消息当中，却罕见的来了一条捷报。10月24号解放军叶飞一部攻打金门，虽然解放军部队在金门岛上鏖战了3天3夜，但汤恩伯的部队抵挡住了解放军的进攻，
不仅如此，还全歼了已经登陆的近万名解放军部队。虽然国军为此付出了伤亡5000余人的代价，但是这次胜利在1949年的10月还是显得尤为的难能可贵。蒋介石的欣喜之情也溢于言表，他认为金门胜利后，定海士气亦受良好影响，官兵较能积极奋发也。10月31号是蒋介石63岁的生日，虽然有刚刚来到的捷报，但蒋介石的心情还是好不起来。短短的3年间，整个大陆就已经易手，忧虑党国，不知何以为继的心情，让他这个生日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他在日记中沮丧地写道：本日位于63岁初度生日，即将过去之一年，实为平生所未有最黑暗最悲惨之一年。沮丧归沮丧，生日刚过，蒋介石就飞抵重庆。到了重庆，蒋介石眼见到处都是军情混乱，这样的态势根本就无法抵挡解放军的进攻。他迅速召集胡宗南、宋希濂等西南军政要员，给他们下达了保住西南地区作为复兴基地，将来才能与台湾及沿海岛屿相配合进行反攻的命令。但军心早已涣散，11月29日，60万解放军大军兵临城下，重庆市内已听到解放军攻城的炮声。蒋介石父子此时还在重庆城中，在他们离开重庆时，有一段异常的亡命经历。蒋经国在一位平凡的伟人一文中说，蒋介石起身赶到机场，沿途并无阻碍，说是当坐车走到半路的时候，街道已经挤满了逃难的人群，水泄不通，汽车无法通过，父亲只好下车步行走回寓所。下午10时，陵园后面已经枪声大作，我只好向父亲告实情，希望早离此危险地区。同时罗广文自前线回来报告，知其军力已被匪部击散，而周围各兵工厂爆炸之声又四起，连续不绝。此时山洞陵园前汽车拥挤，路不通行，混乱嘈杂，前所未有，故不能再试机，乃决定赴机场宿营。途中为车辆阻塞者3次无法前进，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，午夜驶达机场。蒋介石就在这样的一片混乱当中，永远离开了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。蒋介石后来在日记中这样表达他的心境：重庆已陷矣，此乃于26年南京撤守时之心绪，其悲伤与依依难舍之情景无异也。但蒋介石并没有放弃，他又飞到了成都，在大陆哪怕还有一丝保留一块根据地的希望，他都不想放弃。蒋介石随后赶赴成都部署新的防御阵地，不过兵败如山倒，这时西南的将领大多无心再战，纷纷致电中共宣布起义。龙云更是致电四川的刘文辉，要他扣留正在成都的蒋介石。蒋介石的侍卫人员发现驻地附近有可疑人物出现，侍卫副官党春明紧急向蒋介石报告，建议道：情况危急，还是从后门走吧。蒋介石恼火地说：我是从前门进来的，还是从前门出去，看他刘文辉能把我怎么样。在蒋经国与党春明等人的护卫下，蒋介石乘车直奔凤凰山机场。事后在蒋经国的日记里，对这次历险都还心有余悸。他说道：父亲返台之日，即刘文辉、邓锡侯公开通电复共之时，此次身临虎穴，比西安事变时尤为危险，祸福之间不容易发，记之心有余悸也。12月7号，国民政府将国府迁至台北，3天之后，蒋介石乘机离开了成都，离开了他征战了大半辈子的大陆。
从此与大陆永别，一去兮不复返兮。留在他身后的，除了悲伤愤怒，恐怕还有许多历史的无奈和叹息。